就喺彌敦道左敦嘅位置㗎，咁遊行人士嘅一個路速咧，非常之快。咁好快咧，已經唔使半個鐘咧，已經由旺角彌敦道啦，過到嚟佐敦呢一度。咁但係當過到嚟佐敦道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咧，有一條嘅其中部分幾十人嘅遊行市民啦，就話咧唔去尖沙咀方向，就選擇咧左轉入去佐敦道，去第二個方向。 咁但係啦，另一批後隨後嘅遊行人士咧，又話咧，即係不如照去翻尖沙咀方向。咁所以咧，而家暫時有啲遊行人士咧，就仍然喺彌敦道同埋佐敦道嘅呢個位置方向集結，同埋商討緊喺邊度。本來咧，頭先行緊隊頭嘅人咧，就喺佐敦道咧，突然間轉咗嘅。咁但係當佢行咗大概幾十至100人嘅時候咧，行喺後邊嘅市民咧，又話不如照去尖沙咀方向。 其實咧，嗱呢一批嘅遊行路線咧就並唔係警方批准嘅，咁佢哋本來咧就喺大角咀嗰邊遊行，咁但係咧就冇喺警方嘅批准之下咧就過到嚟旺角彌敦道嘅呢個遊行。咁而家見到啦，部分嘅遊行人士咧而家繼續係向尖沙咀方向。咁但係啦，頭先嗰批啦，本來想經佐敦道轉咗去佐敦方向嘅一啲遊行人士咧就繼續集結喺佐敦道轉。咁暫時咧，佢哋未有跟翻大隊。 但係見到咧，已經有唔少嘅市民咧，完全大隊啦，已經係去緊尖沙咀方向㗎啦。咁其實佢哋咧一直由旺角彌敦道出到過嚟佐敦嘅時候咧，沿途咧嘅啲店鋪咧都即刻落閘啊，關門啦。而本來咧成條彌敦道咧南北行車線咧都係俾遊行人士佔據。咁但係當去到窩打老道嘅時候咧，佢哋就選擇淨係行南行線。 因為北行線咧，仲係有大批嘅，再有市民嘅巴士啦，喺北行線喺彌敦道嘅北行線，咁所以而家咧見到遊行人士咧，仍然係借用緊彌敦道嘅南行線往尖沙咀方向行嘅啫。咁頭先講過啦，除咗一啲店鋪係落閘之外啦，但係亦都有啲咧喺被塞喺彌敦道嘅巴士啦，同埋一啲嘅的士啦，甚至乎有啲私家車啦。部分嘅私家車咧係我哋見到有啲司機咧係教低個窗，就向呢個遊行嘅人士揮手表示加油。 咁遊行人士咧，暫時而家個行動咧都係好和平。咁佢哋咧就一路遊行，一路高叫呢個口號，就話咧呼籲咧，希望其他嘅市民咧可以加入星期一嘅罷工。咁見到暫時佢哋個方向咧，仍然係去緊尖沙咀方向。咁期間咧，除咗要求星期一罷工之外咧，亦都有叫到咧，就係繼續咧5大訴求。 包括要求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啦，同埋要求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等。咁暫時我哋由旺角彌敦道一直過到嚟佐敦方向咧，甚至乎而家見到咧，其實係兩旁咧都未有警察咧喺度戒備，亦都未有警察咧係阻止遊行人士。咁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呢個遊行嘅路線咧係冇被警方批准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咧，佢哋呢個遊行路線就並唔係。 原先申請嘅遊行路線，但係見到警方咧未暫時喺佐敦嘅現場咧都未有任何警員喺度戒備緊。咁而家咧示威遊行人士咧繼續佔據緊彌敦道嘅南行線咧，向尖沙咀方向一直行嘅。咁我哋會跟進住最新嘅情況。而家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 咁我哋見到啦，而家遊行人士已經差唔多去到特興街嘅交界㗎啦，好快啦，就會去到柯士甸道。啱啱佢哋喺佐敦道